兄弟啊，喂，哇，哇塞，你是兄弟还是小姐姐？哎呦，听不出来吗？喂，兄弟，有麦克风吗？兄弟啊，喂。哇，哇塞，你是兄弟还是小姐姐？哎呦，听不出来吗？哇，没事，因为我平常都没有遇到小姐姐啊。太多变声器了，其实对，我有点怕怕的。我懂，我懂，我也遇到很多。哇，听说啊，声音可爱的现实都很可爱，是真的吗？不，都是胖子。哇，你要跟那个声音好听的人道歉啊，小姐姐。跟你讲，声音好听的多半都是胖子啊。真的吗？那真的你应该是可爱的胖子吧？笑话。那小姐姐跳哪里？啊？什么台湾？我是台湾迪斯的、啊，台湾迪斯啊，对，台湾迪斯。哦、OK， 你听起来像是哇东北那一块的啊、我是山东的，啊，你是山东？哎呀，我是山东，一个地方跳啊，松哥。哎呀，我们山东人飞到世界的尽头。跳了。我跟你讲。其实我是火星人啊，我跟你是不同的世界，我们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。想听我说两句火星语吗？可以啊。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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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中风了？这是火星语，刚刚那句话的意思是说：“嗨，你好，我是火星语的托莫塔吉。”哇，托莫塔吉，可以可以。我再说两句。啊！嘟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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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那我舔一口。好，嗯，我满足。那我可以舔得起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可以啊，哇，快说嘛，来一下。我要跑了，我都在你的头上躺好了。哇，救命啊！哇，我们要过去那，第一次被这样子反撩吗？哎，对对对，遇到对手了，失敬失敬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可以舔吗？哎，好，你舔吧，我听听看。哇！哎呀，好好舒服啊！好舒服。可以。哎呀，舒服了！我不行啊，我不行。我旁边刚刚传出铁桶被打到的声音。没事，我过来 ，pretending you 了，小姐姐。OK， 哇，这么的舒服吗？你在兴奋什么啦？嗯，有点悸动，难掩我内心中的亢奋。好，好难得哦。怎么？我常常被说是变声器，大家一开始进场之后就开始说。变声器，关掉你的变声器。结果，你自然没有说我是变声器呢。我不行了。哪一个位置啊，小姐姐？前面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被。喷啊！被喷的啊！哎呀！我们一起排吧。哇，好啊！我一起玩吧。OK OK， 好。
OK OK OK, okay.。那你要我还是我邀你？好，我邀你，我邀你。OK OK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没有看到声音啊。哇，是很倔的、很凶的妹子哎！我玩500个小时了，我跟你讲哦，还会骂哦，大明牙鸡吧！我靠，你真是台湾人哎！你哇，你该不会是那个吧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那个？不是。你是那个吧？不是，我是你的那个。你是统神嘛？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可恶，被发现了。对对，好的，开始吧。好啦，兄弟，不闹了，我也知道你是谁。哇，兄弟，你不要骗我，你不要骗我，我有在看 YouTube， 你不要骗我，你不要骗我，读书少。我终于，妈妈，我被认出来了吗？你是不是李婷达达？我是国栋啊！啊弟弟呀、啊，弟弟！啊，宝弟呀、啊！宝弟呀、啊！啊，宝弟，宝弟，难道只是一群傻逼仔啊？一群傻逼仔啊！你是李婷达达吧？我是李婷。你是李婷达达？我是李婷小小。不，大大大大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大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太荣幸了吧？那、啊、我是谁？你是那个统神统神统神，你是阿神吧？对不对？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？白痴哦！白痴哦！那个我今天是来了很多的东西，要跟阿神一起来开箱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神 Cookie， 老是马田叔叔呀。那今天我们要跳哪边呢？跳这把，跳这把，兄弟。好，那都太累的。好啦，不要闹，你明明就知道我是谁。对，哇，是可爱的指令。要叫小，要叫小哥哥还是小姐姐？你会比较开心啊。嗯，小鸡鸡。哇，哦，可以可以，哦，静静。那是大鸡鸡。我们看一下谁先死，就是小静静了。哇，这边那我可能30公里长了。哦哟，那我先跑好了。看到了，一方向我按。一方向吗？好的。他是手枪王吗？追吗？不是 UMP。Nice。对面还有一个。两对方。哦，两夹击了，夹击了，哇，闹赛。加油啊，小哥哥。好的，好的。可爱的妹妹，帮我加持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力量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呀，这哇，正常发威啊，没打到他啊，丢脸。哎，世界保持可能是我还不够好，所以他不能承认打死他。我一把命要走，要我们干嘛？打死他。哦哦哟！哦哟！哇！那是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我好强哦！好强啊！安安小鸡鸡啊，小鸡鸡，哎，小鸡鸡，我不是小鸡鸡，我是奈米姑。我这一巴掌打下去啊，你可能会死哦！左边！哇！哇！我真的是奈。我这个奈米机给你跪了，哇哦，厉害！正常发挥，通通坐下，基本操作啊，啊，基本操作、啊。他们躺下了，坐下。他躺下了，那两个躺下了，一个趴在楼梯那边，你看到吗？
他脸朝下了。哦，又来一个。人哦，又来一个。人哦，又来一个。人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哎呀哎呀，我这魔鬼的视角啊！我飘掉了，我飘掉了。没事，我刚刚花束滑掉了。你刚刚是不是悸动了一下？我吓到了。哇！听到啊，心动了一下，心脏扑通跳了一下，滑石之后滑掉了嘛？啊，我也是啊，还要酷，走了吗？这机会难得，我们去找路人四排吧，我们来套路一下路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哟，可以，难得都这样遇到了 ，Let's go， 走。李哥哥。欸、你很想被 NT 好、哦、NTR 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才疏学浅，就是女生在男朋友面前被其他男生踩。哇，这哇哇，真是博学多闻啊！博学多闻。三号要不要来玩一下 NTR？、我们可以多人混战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说三 P 吗？不，多人混战也是可以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没问题个头啊！